这就说明我可能我唔好，啊，佮住大家，我良心会搁较低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代志要处理，要分许多许少啦。有关联，人民这个知影这个情况，我对唔对？这较重要，对唔对？对唔对？我来有几项事，大家咱家乡亲做交陪吼。一项就是讲，咱要处理台湾这个问题，咱要目标画清楚。那即马林老师咧讲，中华民国做不了两个进步，咱去个台湾啊，去中华民国一个一个不如嘛，不是啊。你看新疆都没干没干了，没干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去了，没来啦。你的标位靠近了，台湾这个是需要改变思想，台湾就是在美国的公司占领之下，到今天为止这个公司占领了阿哥阿伯结束。所以我们的重量是怎样？我们的重量是美国人，我们的重量，我们保护美国声，我们给美国的欧美家怎样？我们台湾人的心声，我们台湾人的客户是要安全。所以这，美国有这条条件。要甲咱做个真好势，要甲咱做个真周全。这个问题呢，你个本身有唔错，但是咱台湾人本身冇错哦。所以问别个人，咱要努力。你个啊，咱要强调要求。以外，咱家己来做些分担分看。啊，所以咱的方向一定要清楚，咱的目标一定要正确。我就来听，去个空调，去个拜托，去个要求，对唔对？对。过来，就来就是讲，咱家己本身，伫国内，已经发展得，但是，